老虎蟹，不知道这玩意是不是这么吃的啊，试试。哇，这里面的小黄还挺多，给掰腿吧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它到底是咋吃的呀？哎，嗯，可以，这小味儿。多少钱？90还是99的，忘了。99一个呀？对。90多块钱一个。头一回吃，色还挺红，该说不说的。里面的肉也挺好吃。大家还想看彤彤拍什么戏，可以在下面评论出来，然后直播间来吃吧。